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我是 Coco 老师。今天我们学习用三角形画漂亮的圣诞树。你知道什么是三角形吗？三角形有一、二、三，三个顶点，有一、二、三，三条边，一、二、三。那么我们今天画的就是如何用三角形来画漂亮的圣诞树。我们用到的工具是铅笔、橡皮、勾线笔 marker、 漂亮的水彩笔。漂亮的蜡笔。我们要开始啦，画三角形，我们先画三个点。然后使用你的 marker， 将三个点连接。然后我们再画下面的树干部分。因为老师这次画的呢，树干是藏在树的后面，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是看不见的。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我们不进行勾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树上面装饰上漂亮的蝴蝶结吧。小朋友们会画蝴蝶结吗？先写一个英文的 X， 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，在中间画上一个椭圆形。这里画一个三角，这里再画一个三角就完成了。我们把三角的边都勾成圆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画的是把漂亮的圣诞树进行装饰一下，一条线，再有一条线，一条线，我们好像在画 S 呢。然后我们装饰上漂亮的圆圈，有的可以是半圆，有的可以是圆。接下来我们就涂色啦。最后我们用橡皮擦去不需要的，最后我们就是用橡皮将不需要的铅笔印子擦去，以保证画面的干净与整洁。让我们给漂亮的圣诞树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
今天学习的怎么样呢？你学会了吗？那么我们今天的作品，希望你也喜欢自己画的画哟。我们下次再见。